大人再说一段什么呢？哎，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，打字里的说。哎，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。有什么名目？这叫做一字拆开，二物相同。哦，一字拆开，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。哦，一字拆开念两个字。哎，对了，还怎么样呢？找到两样东西。两样东西，不管是吃的、使的、用的，要一样一样。哎，这叫一字拆开，二物相同。比方说吧，写一个字，哎，要找两样东西。对，说一个扇子，啊，那个呢也说扇子，啊，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，哎，可不叫扇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么意思吗？哎，是这么意思。那好说好说。哎，得合辙押韵，没问题。这咱们试着来，试着来，试着来。那谁先说呢？我先说呀。哎，咱们先说，让他来。咱这叫照猫画虎。行行行，我二说，你二说，嗯，我最后说。对对对，行了，你先说吧。你先写一个字。你写写什么字啊？我要写一个吕字。吕，哎，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、啊。姓吕的上了一个口，底下一个口，俩口字的吕。哎，俩口字、哎、这个字算有了，字有了。那您得找两样东西，得把它拆开呀、啊、当然了。那听您的。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，吕字拆开两个口。对，两样东西。哎，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。哎，这一样不一样？是一样啊。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了。对的，那不成啊。两人都不能够一样啊，它是类似一样。哦，燕茶配黄酒。哎，对了，前言搭后语。前搭后语啊。啊，大口喝燕茶，小口喝黄酒。哎，这怎么样？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？你大口喝酒它醉的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照这么说呀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行行行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你要是说呀，我要是说，你来，我说啊，你呢？说，吕字拆开两个口，拆开了，对吗？找两样东西，吕字是俩口、啊，对对对，吕字拆开两个口啊，嗯，一样的这个，一样的，象牙白的萝卜。配那白花藕，嗯，一样。哎，这不一样、啊、哎，都是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象牙白的萝卜，萝卜它有皮它有缨啊，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，那怎么能像？对对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是啊，它不一样。那么呢，嗯，不一样。你不会修理修理吗？我修理修理啊。那听你的，你让他一样吗？你修理修理吧。吕字拆开两个口，嗯，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，嗯，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。嗨、啊、这多费劲呢。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，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。这好、哎、你这凑合。那你们管了，这不怎么样。这个听我的啊，张嘴就来。吕字拆开两个口，嗯啊，吕字俩口 啊，俩口念吕 啊，是这仨口它就念品。对对对，不 对，吕字拆开两个口，吕字啊，拆开两个口，仨口是品，哎，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。你说这字太深了，给你讲清楚对吧？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，一样的这个，一样的这个，燕茶配黄啊，这是你说了是吧？我得重找。是这个吕字儿，吕字儿拆开两个口啊、哦！你怎么这味儿呢？哎，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。说吕字儿拆开两个口啊、哦！嗯，它是一个羊儿的，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。啊，别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贴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？一样，都是棒子面的，不一样，长棒子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一样。怎么？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啊，有嘎这儿啊，有搁这儿。窝头是圆的，上头有尖儿，底下有窟窿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这话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行啊！我也修理修理啊。你也会修理？是许你修理，不许我修理啊？那你听着啊，你修理。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、嗯、是一个羊儿的，一
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来的窝头。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，小口吃排扁了单长来的窝头。这都这么吃了。